今天的预告又是告白时不怕跌倒，有些善良让你依靠，哦哦哦，有种迷路脚一起无聊，要准备期待享受每个然后累。建议在家尽量别离开沙发，稍安勿躁，等不到讯号，不如创造自己的跑道，人生难免不如预料，但我有种预感，不管天气多难，商量让你依靠，哦哦哦，有种迷路脚一起无聊，要准备期待享受每个人活累。在家尽量别离开沙发，稍安勿躁，等不到讯号，不如创造自己的跑道，人生难免不如预料，但我有种预感，不管天气多难熬，船到桥头自然会更好。享受每个然后累。